识货之人拣 Sammy， Sammy 拣嘢正啊！食乜嘢？今日食冬阴功杯面。哇！系点解又会再翻嚟咧？你唔早啲讲，我食完成个早餐你先嚟，系早啲得唔得啊？食一啖啦，食一啖啦，唔好嘥晒啲嘢。中就试啦，系嘛？唔系讲声，我冇话叫你早啲试。我头先都冇讲及任何嘢关于早啲试同埋预先试。我又懒醒添。系啊，唔系你冇懒醒啊？我系唔明白你做乜嘢，我叫你早啲讲啊！懒醒唔关懒醒事啊，系啊，直头唔知咩嘢啊，俾唔到评语。系点解会再翻嚟呢？因为咧之前都试过噶啦，就系日版嘅冬阴功对香港，咁啊日版胜出啦咁样。之后咧就因为试完之后就喂，边买个泰国版嘅翻嚟试啦。咁我呢个讲噶呢句，你讲嘅冇错啦，你要讲埋先，你冇似 no body 咁讲咗句。试下咩啫？系啊，你话森美咧就话试一个有个好提议，个好提议咧系试下泰国啦，咁啊嘛。系啊，你唔系上次试过啦，咁有人话咧咁啊，有人话咧啊，有个好聪明嘅人咧就话森美，佢就话咧就不如买个。你而家对住我咋？晏啲做节目，你真系死咗啦，真系。唔知分高下嘅，你知道佢做唔到噶呢嗰啲，冇资格嘅，系啊冇资格嘅。咁你就就买就有个人咧就话买啦，死咗啦嗱，死咗啦，死咗啦，有个人，森美话，森美话咧就话不如买个泰国版嘅冬阴功同香港版试一试啦。但上次咧就买咗嘅，不过咧上次泰国版赢咗啊，系泰国版都赢。上次系泰国版赢咗啊，泰国版赢。上次泰国版赢，咁今次同咩斗啊？咪又香港版斗咯。上次泰咁上次邊個同邊個鬥啊？上次咧就日本同香港版鬥。係咧，咁點解上次泰國版贏呢？因為泰國版咁始終泰國嚟嘛，未到。唔係啊，講緊上，咪就你亂咗啦，小朋友。唔係，我想問你，上次咩鬥咩話？上次係。你睇下你個 cam 拍住佢啊！上次係睇佢幾蠢啫，泰國版對香港版咯。係啊，佢啦。咁咪泰國版贏咯？上次係泰國版對香港版咩？唔係日本版對香港版咩？唔係日本版對香港版先。死啦！試一試三次。喂，可唔可以騎我中鬼？係咪我撞鬼？係咪先？佢咧停啲嚟。我對於你哋啲蠢人，我完全明白曬嘅。佢試過兩次啊，有一次係泰國對香港，有一次係日本對香港，係啊，係嘛，係嘛，係啊。咁上一次係試咩啊？上一次咪泰國對香港咯。係啦，係啊。再前一次咧？再前一次咪？日本對香港咯，係啦，係啦，因為頭先咧你淨係講咗對上一次，係啊，即係咁今次咧，我就揀嚟咩咧？就兩個冠軍對視，唔係啦，今次係同埋，你唔係第三回合，喂，你識唔識踢波啊？即係我哋成日話踢波，喂大佬，喂大佬啊，先三隊，阿斯嘅落嚟同我鬥啊，冠軍嗰位，喂有季軍，喂猜雲打。猜雲打咪梗係打噶嘛，打冠軍啊嘛，有季軍賽，打季軍賽先啊！你早講啊，定係而家先諗到，唔係先，我聽下咪季軍賽先。我想問，今次係咪將上次兩隊輸咗嗰兩個杯對冚啊？輸咗嗰兩個都係香港啊嘛，係咪？咁咪香港對香港啊？好嘢喎，好嘢喎，季軍賽香港對香港，點聽我喂？你點聽我？係啊，啊，你要跑嗰度啦，後備對正選咯，唔係難聽講，唔係，不如你我而家由頭我哋當抹咗呢個世界啦，人生係枉過嘅，有時係俾自己。第一場個比賽係咩對咩？日本對香港，勝出嘅係日本隊，日本勝。第二次係第二次咧就係泰國。对香港系边个胜出？泰国咁今次咧就一系香港对香港，一系就系日本对泰国啦。咁你今次系咩咧？今次有啲唔同嘅咩唔同啊？你冇噶啦，你又唔同，仲唔同啊？佢懒先话季军赛香港对香港，原来自圆其说唔到，有赛嚟哇！有彩，即系有个孟加拉选手过嚟啦，系咪？呢场友谊赛嚟嘅，点解咧？系同一个牌子，但系咧就泰国嚟同埋香港队。咁几时打场冠军赛啊？未打住，未冠军赛。我而家摄住友谊赛先，即系泰国同香港嚟多 round， 系泰国同香港嚟多 round， 但系咧，因为牌子，听我讲先，因为咧就唔同球会。是同一个球会，上次是不同球会的、上次是不同球会，但是泰国对香港，今次就同一个球会，不过都是泰国制和香港制的分别、即是森美泰国牌和森美香港牌、那什么时候斗过冠军呢？
排緊期，排緊期，排緊期。好刺激啊！我哋想睇，哇亂到咧嗰場波啊！幾想香港對香港季軍賽幾時踢啊？咁勁啊！冇乜事啊！香港對香港係啦，好啦嚟啦嚇！咁啊，總之係即係再嚟多次啦，今次係香港，但係就同樣品牌嚟自唔同國家，睇下有冇唔同啦。好咁啊，同個品牌唔同國家望一望先。嗱呢一個咧。嗰、那個汁方面咧就唔係好紅喎，係咯，好淺色。係啊，辣味可能感覺未夠嚇，聞一聞先。哇，好酸。嗯。同埋嗰種面咧係炸面嚟嘅，聞得到嗰陣麵粉炸面味。嗯。即係細個咧 canteen 學校 canteen 焗嗰啲面。canteen 飯 canteen 面味嚟，我試下先。嗯。哇！好酸啊！辣啦。哦。哇！估唔到喎，估唔到喎，辣喎。以為啲辣油冇乜哦。酸少少 ，OK 喎，唔差喎。嗯，材料方面佢有冇啊？淨係齋面有蝦，有啲葱段冇啦。香茅唔係好多。嗯，呢邊都入味，都 al dente。但係佢不即係走唔甩嗰陣麵粉味啊。係。所以個味道又未去到好多分，六分。O K。但係酸辣味都重嘅。好啦。啱啱先 ？B 嘅顏色明顯係深色啲喎，你個橙色。係喎，個橙色明顯多啲喎，而個蝦咧亦都明顯多好多喎。你係咩？係啊，嗱，佢呢度成五六級，佢個得一粒啫喎。係喎。嗱，蝦係多，同埋咧佢料方面咧亦都有蛋粒嘅，亦都多又蛋粒，咩都多啲喎。但面嘅形狀有啲啲唔同喎。係啊，你 A 嗰只咧個面係圓身啲嘅，呢個扁身啲嘅，似係日本嗰啲日本 feel 面啲嘅。聞一聞先。咦？呢個冬陰功味濃喎，因為嗰個。那個薑味好似多咗啲啲喎，個黃薑係黃薑，我試下先。嗯，做咩？呢個辣味冇咁濃，嗯，酸味冇咁濃，唔知係咪食咗頭先嗰個 A 嘅關係咧？酸味唔濃喎，淡添啊！哎呀，要我自己煮個冬陰功，係呢個。香茅唔够，嗯，酸味唔够，嗯，应该冇错啊。再食都系，虽然佢料好多，系坚持 A。今日平嘢冇好嘢咯。哎呀，真系喎。A 是真的嚟自泰國的咁咧就 B 嗰個咧都係香港嘅。係啊，真係啊，個香個香茅味冇咁濃啊，係啊，爭好遠啊。雖然佢料可能俾多咗佢，但係嗰個味道真係唔夠泰國味。因為佢哋相差在係咩咧？就係相差在貴嗰個咧，有一包仔嗰啲湯包咧，就係加落去之後咧就好重香茅味啊，好重嗰個酸辣味嘅。咁咧就 B 嗰個就冇嘅，都係就咁一啲味粉嘅啫咁樣。可能人哋預先擺落去咧，但係沖出嚟你。都覺得真係唔夠味啊！係，唔係，但係你唔可以因為人哋個分開上啊嘛，你明唔明啊？分開上唔係特別勁啲嘅。不過 A 嗰個就料少啲咯，即係蝦係少啲。係啊，佢得隻半蝦嘅啫。係啊，好少啊，啲料又冇咁多㗎。但係如果講話嗰個冬陰功味咧，真係冇得比啊 ！A 嗰個酸味同係啊，酸味同埋嗰個香茅香味咧，都係多。當然可以再多少少，我覺得咧係攞我上次好似應該都講過呢番説話，係應該攞兩碌香茅當筷子夾嚟食。係啊，咁咧佢有冇濃啦？嗱 B 一定要用香茅，仲要咬添，仲要咬一啖先，即係夾先夾落啲面度。A 一個咧普普通就得啦。咁但係價錢爭幾多咧？三倍嘅係爭。哇！因為可能始終都係泰國嚟，喺泰國買咧冇咁貴嘅，我上網 search 過。咁可能佢始終都係泰國拎過嚟啦，咁嗰間嘢又或者賣得貴啦。哇！咁啊貴喎，幾多錢啊？都要18蚊嘅呢個。哇！妥，18蚊，咁貴噶？咁啊貴個頭啦。係咯，一個杯麵點去到18蚊啊？之前我直頭去日式嗰啲咪係咯，貴嘅。日本廿幾蚊、35蚊都有嘅。哇！我直頭去買個冬陰功湯都係30蚊到啫喎，成個湯。哇！你嗰啲冇買過嘢。30蚊一個冬陰功湯，咪一人份嗰啲都有嘅，一人份係㗎，一人份有嘅。啊，你真係冇出去食過飯喎，一人份有嘅，你邊度啊你？一人份係三係咁上下錢啫嘛，你係啊，太高啊！呢個喺度咁買一鍋啊，一碗嘅啫嘛，少嗌二人啦出去。哇！但我估唔到。
呢個係杯麵啊！你話係，因為咧，如果我哋食就咁樣一包包嗰啲唔係杯麵咧，3蚊到已經有一個噶啦，冬陰功嘅麵。係係啊，喺嗰啲泰國菜鋪。係，不過我如果我揾就揾清楚嗰啲，睇下有冇平同埋貴對比較咯。唔好窒窒口啦，買貴咗啦，好明顯啊，靚仔。喺泰國買就好平，喺香港買平嘅，好明顯蠢仔平價先。係咯，唔係杯麵我唔知。下次我會試風聲麥噶啦，有一隻咧，樓下公園咧有個靚仔賣俾我嘅，咁樣，係會俾人呃噶啦。咁啊，照咁睇啊，冇辦法啦，都係泰國好啲，不過啊，價錢又太貴啦，我寧願自己整個冬陰功湯。雪喺個雪櫃度係咪？然之後自己整好過啦，因為冬陰功湯其實真係唔係好難整嘅啫。你買材料，而家仲好，其實最好係咩？你去九龍城嗰啲雜貨鋪咧買，我以前咧都要自己執翻嘢㗎，即係譬如執青檸，又執埋香茅，執埋薑咁樣，咁你就執嗰啲葉。佢執好曬一執。佢執一包包嘅，咁啊擺咗喺嗰個收銀處嘅下邊嗰度，一包包擺喺度嘅。你去到俾錢就一包又兩包咁樣，你買兩包翻去。開咗煲滾水掉落去倒咗就搞掂喎。甚至乎咧，有啲如果你仲想濃味少少，而時間唔係好夠咧，其實有冬陰功嘅膏噶，一啱好似蝦醬咁樣嘅。因為我都買過嗰啲嚟自己做整湯，一劈已經搞掂喎，好勁噶嗰個味又係。所以如果係咁就唔值18蚊啦。我寧願即係自己攞個膏，好似阿小儀話齋，一羹落去開咗水係咪？掟碗面落去搞掂。哇！好啦，咁啊，今日決定咗啦，就咁決定。阿傑，下次決賽。系，我季军赛几时打先？季军赛对香港啊，隔一隔先啦，睇早啦。香港对香港，我睇下点讲，点话俾我听。讲对香港，讲下睇个表演啊嘛，头先睇个几精彩啊，个节目哇沉寂咗好耐咁样咧，突然之间有翻啲生气，有个傻仔点都讲唔到啲。讲一讲到上一次咧，赢咗对香港嘅，赢咗系泰国嘅，系啊，跟住再上一次咧就日本嘅，但系日本对香港，跟住赢咗系泰国咧咁样，搞唔清。好混乱啊！跟住个季军战就香港对香港嘅咁样，所以都系高潮嚟嘅，多谢啊！五九后仲想听祖霸王，快啲上881903.com 听翻节目重温。祖霸王。